大家好，桃子姐，今天做个冬瓜炖排骨。这块排骨有5斤左右。炖汤呢，螃蟹的蛋。最后的排骨焯个水。我来烧那个，我找锅你。要不你刷点嘛。你刷哈儿，我来烧。把焯水的排骨清洗干净。后头加入青菜，下入排骨，豆浆、葱、花椒。大料八分，应该点盐，和它一起炖香一下。冬瓜去皮，瓜洗洗干净。冬瓜切成坨坨，那就把它收拾了。现在下入冬瓜，没有。搞还有回答在这，加一个，来，我来给你刷。我鱼三妹的，包括三妹的。一个小时多点拍了。那是三妹。他妈的这种。是啊，他哭。都是外地老婆回来。你来。老人也吃点菜，妈妈也在，又从哪来的？等一下来。哎，走去吃饭喽。不要他，我够了，能够了，都是酒的。你也吃吃的。我不要。妹妹好点儿来。还能吃嘛？你还不开枪？喊你外婆。他外家在这一桌子多的。今天起码到饮料都到6.6了。你那个斤半？吃了那个嘛？哎呀，吃。没有自己那人套了，不就行吗？最近老嘛，一会儿长得奇怪，不晓得好不。